进来，司令，薛志海来了，他还敢回来？不见。薛志海说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和你商讨，让他进来。是。 东风，你和邓会长聊得怎么样？还顺利吗？嗯。等你生意做大了，我帮你。他果然还没死。 又见面了，大哥这阵仗，有何贵干？我回自己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这里没有人欢迎你。你险些害死东凤，我还没找你算账，你倒亲自送上门来了。秦小姐，您误会我了，整件事情的始末秦司令已经知道了。我不信，除了你还能有谁？这件事情。 秦司令会亲自跟你解释，来，送秦小姐回家。嗯，我不走。行。薛志海，你就是条狗，敢这么对我，信不信我告诉我爹？正是秦司令亲自吩咐要将你安全送回家。你，走吧，小姐。薛志海。 胆子真大，走吧，秦司令要见你和纪连云。我跟你走，大哥，别找着人。 杜鹃，咱们人在城郊医院发现了薛之海，人还活着，但我赶过去时，人已不知了去向。还是被他快了一步。怎么了？带上这些证据，离开杜军府。怎么这么着急啊？这些证据都在我们手上一天，就多一分风险。我有一个记者朋友。 他会帮咱们。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起去？我有军务在身，你先去。你是不是出什么事了？没有，别乱想，一定要保管好这个箱子。这次我不能陪你去，但我相信你能做好。事成之前，务必小心，也暂时别露面。 小心！好，你也小心。纪连云人呢？想知道吗？我就是死，也不告诉你。 真让我失望啊！我想把女儿嫁给你，想让你继承我的权利，可是你呢，反而要咬我一口。要想在这乱世立足，总要使点手段，不然怎么养活那么多为我冲锋陷阵的弟兄呢？这不是你作恶的借口。
天下皆知，薛东风，你不要不识好歹，就算你不说那个丫头的下落，我也能把她找出来。 你知道我等这天等了多久吗，弟弟？我会让你亲眼看着你自己失去一切，失去一切又怎样？总好过你从未拥有。放心，我马上都会得到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 这么希望我死？是啊，我日日夜夜盼着你死，反正你会下地狱陪我。你的心真狠，是，我心眼小到。 只能容得下你一个人。薛东风已经被秦司令关起来了，我已经和秦司令打过招呼了。你赶紧走。志海。 没有你，我又能去哪儿呢？你能抱抱我吗？ 接近街角那颗想的人，再会转身。如果思念有声音，下一场雨期等天晴。如果烟花易碎心，冷得就像冰。我不管你让我听见你回应，是不是能和我一样坚定。 放下！放下！志海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也被那个狐媒子给迷住了是吗？小心眼又犯了。这口气我已经沉了5年了。来，我每一天、每一分、每一刻，我都不忍提心吊胆的日子，都是因为你。薛志海，从明天开始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。薛志海，如果你不要我。 我死了，我下地狱去找你。 我敬你，我的督军大人，我就知道。
我没跟错男人。你受伤了，我给你包扎一下吧。志海，不专心也已几个七，岁岁无别期，熬过四季。